有粉丝说要来我家附近卖肥牛，看来大家都很喜欢肥牛。焯好水的肥牛加入洋葱、烧烤料、辣椒面还有芝麻，翻炒一下，让肥牛均匀的裹上酱料。趁着这个时候，我们来做一杯喝的。QQ 弹弹的果冻打底，倒入隔夜老冰块，接着是气泡水，最后是蝶豆花。看看这一盘子的肥牛，这不比烧烤店的好吃。追剧的时候为了方便，怕他弄脏手，我就会包好给他。下了班，我在家里边追剧边吃肥牛，真的是美滋滋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晚上约了几个儿时的小伙伴来家里聚会，这种天气当然吃烤肉啦。调料比较多，但是味道是真的好。均匀的抹在五花肉上，腌制20分钟。来做，每点葱丝和蒜片。五花肉下锅滋啦的瞬间也太治愈了。家里囤的时光美酒一起整上，就8度，聚会的时候喝刚刚好。里面纯纯的青梅汁，喝起来酸酸甜甜，特解腻。清爽的口感搭配今天的烤肉，简直一绝。吃着烤肉，喝着美酒，聊着儿时的过往，这一杯我们敬时光。一年不见，你们有没有想我呀？虾仁做成虾泥，调料里面最关键的就是这一把芝士，装进裱花袋里备用。洋葱切成洋葱圈，中间留下一些空隙，挤上虾泥。请出我们好久不见的老朋友手抓饼，有一点空隙也没关系，等会捏一捏就好了。撒上蛋黄酱，撒上黑芝麻，再来做一杯诚意满满。看看这满满的果粒，外表是酥掉掉渣的手抓饼，洋葱的清甜加上灰拉丝的虾泥，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口感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松软绵密到会端的蛋糕你吃过吗？先在碗里打入9个鸡蛋，将蛋黄捞出来备用。蛋黄糊最关键的就是油温，趁热塞入低筋面粉，搅拌至丝滑之后，再倒入牛奶、蛋黄，搅拌均匀。蛋白打发的时候记得加点柠檬汁去腥。打发的关键有2点，厨具记得要无水无油，白糖要分次加入。先将1/3的蛋白霜加入蛋黄糊中，搅拌均匀后倒回去继续搅拌。模具里记得要铺油纸哦，防止粘黏。用巧克力酱在表面划出条纹，再用牙签来回滑动。除了好看之外，还给蛋糕加了一点巧克力的风味。烤盘里倒入一点开水，用水浴法来烤，表面不容易开裂，糕体也会更加的软糖，然后就可以脱模啦。轻轻一拍，这个蛋糕都会抖起来。这样做出来的蛋糕口感绵密香浓，你听，甚至还能听到气泡破裂的声音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我敢说这么香浓丝滑绵密的芋泥你肯定没吃过。大颗的荔浦芋头去皮切成片，蒸的时候记得加几块紫薯一起蒸。芋头和牛奶的比例是2:1，喜欢吃甜的可以多加点白糖，不停的搅拌捣碎，其实像这样就可以了，但是精益求精，所以过一遍筛，让它变得更丝滑。锅里融化60克的黄油，把芋泥倒进去，再加入60克淡奶油，小火不停的搅拌，直到它们充分的融合，浓稠度也可以自己控制，喜欢吃绵密一点的就多煮一会。你们看，没有加芝士都能变成瀑布，你们就知道它有多丝滑了。按这个配方做出来的万能芋泥，甜度刚刚好，一点都不会腻。平时可以像这样芋泥打底，加入冰块、牛奶，也可以做吐司芋泥蛋糕。我最喜欢的还是冻起来做香芋冰淇淋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男朋友不能不知道的鸡腿的正确吃法，今天的料汁他可喜欢了，使用快乐水打的底哦，配方我放在屏幕上了。煎鸡腿的时候记住皮面向下新煎，煎到金黄酥脆再翻面，切成刚好可以一口吃掉的大小，撒上辣椒面翻炒均匀，
倒入调好的料汁，先焖一会儿。对象突然想吃石榴，可不是要你一整个丢给他。这样切开掰开，石榴更好的拖出来，放进冰箱里面冰过之后，口感更好。鸡腿已经完全入味啦，淋上点水淀粉勾芡一下，料汁一点都不要浪费哦，拌饭味道特别好。大口吃肉，大口吃饭，这也太满足了。快走给你爱的人吃吧。肥牛的新吃法又来啦，肥牛加入去腥三件套，超熟。调料的配方在屏幕上，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剁椒。剁椒鱼头都吃过吧？那剁椒肥牛，你们自己想一想就知道多好吃了。洋葱下锅炒至半透明，一定要来点金针菇，再用超熟的肥牛盖住，淋上剁椒酱，用啤酒来代替水，增加麦芽的香气。肥牛还需要焖一会儿，趁着这个时候来做一杯喝的，杯口沾上一些白糖，将阳光玫瑰倒出汁水。吃辣的嘛，当然要喝冰的咯。用黄色和蓝色的气泡水混合一下，打开盖子的一瞬间，辣椒的香气满屋都是，但是却又不刺鼻。金针菇吸满汤汁，味道也是好极了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用无骨鸡爪来做韩式辣鸡爪，有着意想不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。快让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韩式辣酱的配方打在屏幕上了，有需要的记得保存，捏几个饭团备着，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泡过冷水的鸡爪会更容易脱骨，如果你男朋友惹你生气了，就让他做这道菜，在他给你剔骨的时候他就知道错了。摆上盖子，中火炖25分钟。你们来想象一下，不用吐骨头的韩式辣鸡爪，一口一个，那得有多满足啊！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手脚冰凉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有很多人都穿上了秋裤，所以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山药小丸子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蒸熟的山药捣成泥，加白糖、牛奶、糯米粉，搅拌一下，揉成光滑的面团，然后揪下来搓成小丸子。记得一定要等水开再放入丸子，等山药丸浮起来，加入红枣、枸杞还有酒糟。可以少穿一条秋裤的山药小丸子，快做给手脚冰凉的他吃吧。秋天的第一碗拌粉你吃了吗？剁碎的肉末下锅炒至变色，这个料汁配方味道超浓厚，要记得解毒保存哦。撒上青椒、蒜末，淋上料汁，翻炒均匀后撒上红椒。米粉下锅先煮着，来做一碗经典夏日饮品。煮好的西米备用，切一个芒果，西米打底，铺上西柚，再来芒果丁，倒上椰奶，最后是芒果浆。把煮好的肉酱淋在米粉上， Q 弹爽滑的米粉搭配浓郁的肉酱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